Hello, Fanny。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今次邀请我嚟做数码转型第二部，指尖下开发本地跨境电子商贸创商机线上分享会的主持。是啊 ，Tony， 今次的分享会就是上一次数码转型第一部的延续篇嚟嘅。记得上次就教了很多大家直播的时候一些准备的功夫啦，同埋一些技巧嘅。咁嚟到今次的分享会就嚟到实战篇啦。冇错。又教大家点样咧开网店的时候咧先至可以成功噶。你都想了解多啲本地同埋跨境网上营销的可能性？我 Fanny 将会代表 Money Hero 教大家怎样在香港开你的第一家网店和一些理财小贴士。而我 Tony 会代表腾讯为大家讲解本地企业怎样用微信生态圈去拓展中国的业务，怎样用数码科技去找多些更多的客源。有关报名的详情记得留意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的网页和 Facebook 啦。8月25号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一小时的免费网上分享会就约定你了。